我想要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我跟两个字，就是一种肉块的这种名称很适合我？松板。你不觉得我很鲜吗？提示一下，很鲜。鲜。对。鲜。鲜。好啦。小鲜。讲不出来就算了啦，好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今天有个主题是不是。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我想要先问一下，郭靖，我问你哦、喔，你本身有没有特别喜欢怎么样的鲜肉？对，你说真实的肉块吗？不是真实的肉块，是猛男类型的。哦，猛男啊，我其实对猛男稍微比较有一点点害怕，但是我觉得幽默型。哦，幽默。然后看着觉得顺眼，然后看起来阳光，会运动，会做菜什么的，这个对我来说是。难怪我会坐在这边。怎么了吗？什么都不会是不是？阳光做菜。阳光做菜。没有啦，对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来了三块鲜肉。重点是其中一块是混血的鲜肉。哇塞哇塞。进口的。进口的，那赶紧要欢迎他们了。欢迎一下他们。我们一起来欢迎罗平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欢迎伯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伯杰。欢迎易宏。大家好，我是易宏。哎，罗平你也太壮了吧！这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穿背心。哎，其实我本来平常都会有健身的习惯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。是是是。那你吃东西其实一定就要付出嘛。所以说我覺得付出，对，是是是，对啊，因为我平常很喜欢料理，然后很喜欢吃一些很好吃的东西，异国料理，是，然后我就每天都在里面做运动。哦，既然他们其实穿的也是蛮有型的，真的，然后又露了肌肉，其实我觉得不来个走秀，好像有点说不太过去。我觉得可以耶，好像可以哦、喔，那我们先带头，最壮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感觉有练过哦。哎呦，是在抖动什么？太壮了！帅哦帅哦！放我，放你压轴，我压轴，压轴。哦，这有备而来，还特地卷起了，线条超明显嘞，有哎有哎，对对对，压力大了，我压轴了。这好像，这块肉平常好像，我觉得，哦哦，哎呦，哎，它也有哎。但是怎么有一点点奇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怎么了？这招我团员用过哎，谁是谁 ？GTA 的谁？我不方便说。因为再来说，你这样身材其实不应该有那几条线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出来让我们看一下？你可以用手背划一下，是真的有的。好，我感受一下它的触感好了。好平面哦，哎，非常的平面。这个触感跟。可以玩圈圈叉叉，而且是不是有一点掉了？你说粉有点掉了，对对对，跟我以前上课的那个课本的纸是一样的感觉。再帮我补，再帮我补一下，再帮我补一下。所以你为什么要用画的啊？就是有一点，但是又不太明显。而且今天罗平哥坐到旁边，压力很大，对，体脂很低耶。对，我体脂十几而已，十二十三，12，对对对对，很低。我体脂几你知道吗？多少？9。更低，超低，那你要走秀吗？所以体脂低的要走秀，一直想要走的意思吗？对对对。我感觉三位应该都还是稍微有运动了，但伯杰的话就不好说，等一下还是可以来好好聊一下。对对对，所以罗平，你平常都做什么样子的运动？对啊，其实我会在家里面做腹力挺身，很土法炼钢的运动。土法炼钢。对，然后我腹力挺身会做100下，仰卧起坐100下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家的顶楼，嘿，我会用那个晒衣架。晒衣架，对，晒衣架就是那个我们顶楼会有那个人家晒棉被嘛，对，然后就有两条那个铁杆子会挂在那个地方。你撑得住你吗？那个很粗，那是你家的晒衣架还是隔壁邻居？算是公共的晒衣架。公共的，对，然后我会挂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作为一个像是虾子一样的那种。虾子是说虾子煮熟的时候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罗平现在他在主持，就是外景节目，对，他平常有非常多的挑战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听说你要做很多极限运动，所以你会为这样去锻炼你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顺便锻炼。会。那会不会有邻居要晒衣服的时候，发现你在那边做虾子运动？我是要过去晒衣服，还是不要晒呢？其实有时候在顶楼会遇到有人上来遛狗。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都会穿一个小短裤，然后在上面练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然后看到狗来，对，我有点害羞了。如果有一天郭靖你上顶楼，可能想要
看一下风景或晾个衣服，你看到这样子你会怎么样？我就直接回家，不会下楼，我想说晚一点我再上去晾衣服。怪叔叔吗？可是我看到他们遛狗，其实都会遛大概十几分钟左右再下去。哦，还要再算时间呢，再看一下，看一下下。是是，那个易宏呢？其实基本上以前是跑健身房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我觉得运动这种东西是你要找到一个会让自己持之以恒的方法，所以后来我都改到比较多是在家里，哦，也是在家，对，就像罗平哥说，就是在家里的一些器材，像滚轮，滚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，对，而且它也不占空间，收纳也方便，对，而且滚轮其实你做个。你一天骑一百下，对，那个运动量就超级够，你的线条就出来了。你们都是一百起跳是不是？对，我就，我觉得男人啊，基本是一百这个数字起跳了。对，我觉得一百转比较有那种安全感、扎实的感觉。哦，那感觉自己有做事情。对对对，有做事情。我发现那个伯杰都不太讲话。对对，男人的话，那你我觉得他就打个七，就买个七十下，七十下。你是七十下还是七下？七十下，而且我今天就是看到郭靖姐就有点紧张。为什么要紧张？就是因为我，就是因为你之前我国中的时候你来唱过我的校，就是我们学校的校人。是我国中还是你国中的时候？对，然后那时候就非常崇拜郭靖姐，因为现场超好听。你说你国中是不是？对，大概快十年前的事。谢谢，我现在出口在这边。今天都是考高中了，高中了。对，现在还是喜欢吧？怎么变那么成熟？因为上面是写说曾经的那个偶像是我。没有啦，到现在还是啊，新专辑还是等很久。等很久。然后有去年有出啊，去年年底的时候。好。好紧张啊！好。所以，那你自己本身的运动呢？你有做哪些运动？其实我之前是不走健身房的，可是我是自从就是进公司之后，就是公司觉得必须要训练一下，所以才开始进健身房。可是因为被逼的，也没有，因为后来人家都因为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说你要增肥，就是很多人都说你就先吃很多，吃很胖再运动。你的意思说你是需要增肥？对，可是通常比较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一边健身一边吃吧。比较正确的方式，其实增肥的话，有一个方法可以提供给你，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很瘦，对，很瘦，就是大概六十几公斤。可是我就是会在运动完之后，有一个方法就是吃牛排，或者吃鸡蛋，或者吃那个巧克力，就是蛋白质，对，巧克力。蛋白的话，我觉得尽量少去摄取，但是我会吃巧克力，热量。OK OK， 对对，巧克力增肥。我今天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，然后就会变这个样子。体脂肪二十。要多久？我大概五年吧。五年。对，五年左右。就是要很有毅力。那你有增胖到几公斤吗？还是目前？我之前进公司的时候才五十。50, 可是我一百，可是我176。你是报名女艺人的部分吗？没有，女明星，只有女明星才要这么瘦吧？易宏带他的小女友来，小女友。可是进公司现在还不到一年，已经快增胖十公斤了，就是现在快60。对，可是还是瘦了，还是瘦。你是本身吃不胖吧？对，我是本身吃不胖，而且就是花了蛮多钱的。花蛮多钱，就是在健身这一块，因为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没有跑健身房，所以初学者一定都要先请教练，不然就是器材不会操作的话，可是教练就是一小时2000块左右，对，然后还要再买什么高蛋白粉啦，什么补充的营养品，所以大概花了3-4万块吧，哇，就是你都还没有开始运动哦，你都已经要花钱啊，其实就已经要花3-4万块了，是，对啊，就是还花了蛮多钱在这上面。你们真的都做，其实都有在做蛮多的运动哎，但像刚才有提到，因为罗平你就是有在主持外形节目嘛，对，你是不是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极限运动，对不对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。其实，在外形的部分，我有挑战过两个蛮印象深刻，对，就是我印象蛮深刻，一个是在那个瀑布垂降。就是很高的那个瀑布，那个大概应该有30-40公尺高的瀑布，是类似高空弹跳吗？还是？不是，就是我们要先爬山，爬到一个山顶上面嘛，然后我们要下山，然后那个瀑布是非常高的，然后就是那个导游让我绑一个绳子，对，就只有一个绳子可以支撑你而已，但是你要下去那个瀑布，因为瀑布是这样子垂直的嘛，对，水从上面流下来嘛，然后我必须要从这边上面这样子，两只脚这样跳，跳，你有绑绳子吗？我没有看见绳子，没有，这个是跳水，对，这个是爱沙尼亚的跳水，对，然后它的那个跳台大概差不多15公尺左右，而且你刚整个是爬塌下去的，不是要垂直吗？对，因为跳下去的时候其实身体是不受控的，对，我以为我会可以，你那样超痛的，你那样超
痛哎！你刚才像是还没有准备好在推下去，还是后面的人没，就是没有管你，就直接把你推下去。不是因为在上面，其实我以为我可以跟那个跳水选手一样这样翻啊什么的。对，我自己想象，我自己想象。可是跳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跟我想象一样的，因为跳下去的时候身体就是啊嘣。对，没想到就到了。对，就没想到倒，然后就是正面这样下去，嗯，那种很像是那种一巴掌打在你身上，对对，这样很落入水面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超级痛的。哇，嗯，那除了跳水以外，还有别的吗？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瀑布水桨，就是它瀑布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必须要从这个地方两只脚这样子，有点像飞檐走壁的感觉，这样往下跳跳跳跳跳，然后跳到山下面去这样子。可是瀑布不是通常会比较深吗？你要怎么？就是踩在那个瀑布的岩石上面，对啊，所以你本身是喜欢的吗？还是其实你算是被逼的？其实因为在那个高度上面会害怕，我想很久，然后后来那个我们的编导叫我赶快跳下去，因为那个导游已经跳下去。导游先跳、啊，对，就这个，导游已经跳下去。导游是不是有心事？对，然后这个是冲浪，在金门冲浪的一个部分，对。健身真的有成的那个照片吓死，这个我真的印象超深刻，因为那瀑布超高的啊，然后你必须要从那个瀑布这样跳下来，对，这个是那个跳台，跳水的跳台，嗯，这是骑马，这是在那个印尼的婆罗摩火山，婆罗摩火山，对，嗯。这样的话，易宏呢？易宏，你是不是也曾经有为了一件事情，然后要瘦身？哦，对，之前我先说，我原本是一个111公斤的胖子，对，然后后来为了进这个圈子，所以自己在利用当兵一年的期间，就是大家在休息，因为当兵晚上是自己的休息时间，然后我自己就去军中的健身房，长官的健身房偷偷的进去，然后自己在做运动，偷偷的进去，对，这样子不会被抓，就自己进去，然后开灯，然后没有人，然后进去开始做运动，然后那个时候进来为了进来拍戏，进这个圈子拍戏，瘦到85公斤，嗯，哇，然后在9月的时候有谈一部电影，嗯，然后导演跟我说，他希望我再瘦10公斤到75是最好的状态，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需要做反串，嗯，就是要做半女装这件事情，所以还是比较纤细一点，还没有到一定要到怎么多苗条，可是再瘦一点是更好。你那时候应该说，你可以邀请伯杰做这件事啊。对啊，直接讲，没有把通告派给我，我们就是老师，伯杰是同公司吧？我算了，没有，不过工作经纪人出来，生气。对，所以为了扮女装，对，为了扮女装，然后那时候导演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是，然后我永远记得，一直到第15天的时候，我经纪人打给我，嗯，易宏，你是1公斤都还没降下来。因为那时候我以为就是自己少吃一点怎样，因为就有减肥经验，就是少吃一点就可以下来啦。可是说对哦，1公斤都还没下来，天哪！你只剩15天，你怎么跟导演交代？然后没有办法，就用更激进的方式，你说抽脂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没这么多钱，更多的有氧运动，然后吃的话，那个时候就真的比较激烈一点。早上就2颗水煮蛋，1杯黑咖啡。哇，黑咖啡哦。对，中午烫青菜，嗯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吃一点水果，然后晚上的话就可以吃一点鸡胸肉，对，就这样子度过了一样在半个多月的时间，嗯，然后瘦到74点多，哦，可是这反弹也会很快，会不会？还好，因为之后拍完之后，我又开始去健身房开始练肌肉，对，因为其实练肌肉是防止你复胖哦。对，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，也可以巩固你的身体的样子。对，所以就是马上，因为在这一行希望继续拍戏，想要 keep 住这个最好的状态。对，因为电影的话，就是也开启你这个就对自己身材的要求。对。但像罗平跟易宏他们都这么有健身的这个历史，就是经历过这么多。那伯杰呢？听说你刚进演艺圈的时候，你的照片。你是质感肉，你的肉，真的是骗人的骗照片。来，我打开他的 Instagram， 每一张都是这样子。对，那时候我还记得，就是因为老板他是从Instagram 上面看到我，对，然后他那时候就说，因为那时候他原本是直接要签了，就是他连见我本人都不要，然后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比较没有自信，我就说你还是先看我一下好，就是那时候是哦，都这么大是不是？对，头都这么大的，真的是大头照哎。对，然后呢我就说老板你要不要看来见本人一下，老板都不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没有下半身，你这个人本身就这一半，所以他那时候看到我说他就说你就真的只有头可以看，就是下面下半身真的很阳光很可爱，他这么直接。跟你说，对，所以他那时候才强迫我，他开始去运动，所以我才开始进入健身这一块，就是大概现在才不过2个月的时间而已吧。你但你这样 Instagram 也是蛮一致的吼，
都是大头，就点进去这种远远的那个浏览，全部都是头。对，要这种的才能够有2000多个赞，不然就是全身的，就大概就 5,、哦、全身的比较少，就5-600这样子。掉太多了，对，他研究太多了吧。所以你们平常都是有去健身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比较少去健身房。因为我其实我住比较郊区一点点，然后健身房其实比较远，我都去那个区公所的健身房。区公所一个小时50块，一个小时50块，然后再加一个小时再加10块钱。外国鲜肉就这样子出现在区公所的健身房，大家都在看罗平哥，可是很多人在里面健身，所以我觉得去那边健身没有什么效果，因为很多人在那边健身就是，对，然后玩手机。对，玩手机就是没有器材可以使用，就是大家都在那边玩手机、啊。是是是，就是今天就是对着镜子拍一张，然后说今天自我挑战。对，不然就是在那个器材上面这样自拍啊，然后马手。AJ 哥怎么那么少 ？AJ 哥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也是这样子。经过一年后，为什么我还是长这样？对，我跟你这边还是这样。其实我跟伯姐是有点同样困扰。我可以，那我可以进 GTM 吗？请问。那你们在健身房有没有？因为你们就是外形就是比较出众嘛，有没有被搭讪的经验？嗯。应该很容易吧。其实我因为我都是去区公所，其实阿尚比较多，但阿尚通常都比较热情啊。对，他们说哦，你那个罗文，我说不是啊，罗平。对，因为他们是蛮热情的，但是我有遇过，就是一个终于遇到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孩子。终于，你是在那边等待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就是因为常常有时候之前会去区公所，对，然后就遇到一个年轻女孩子，她会约我去喝咖啡。哦，那其实那时候我每次都是刚进来要运动的时候，然后我都会说，哎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运动完的时候。他是什么时间点跟你讲说要约你喝咖啡啊？就大概都是下午，大概都是下午去健身，所以大概下午3点多。不是，我不是问这个，我是说你是一进去运动，还是说你正在运动当中，还是你正在擦汗的时候？一进去的时候，我不是说几点钟啊，我为什么要关心几点钟？但是我说真的，健身房女生真的，女孩子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以前我觉得被健身的，就是去健身，我是以前就是公司也要求我要健身的时候，然后我去健身房，然后因为我真的其实我比较瘦，然后很多根本就推不上去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走过去。力量直接冲到上面，对，上来直接过，这样说，快点，这个你可以 ，come on， one more， 然后都没有用，然后这样，太浮夸了，你好高高，你根本就不是去健身的嘛，神力直接来。那易宏呢，有被搭讪的经验吗？其实在路线有跟罗平哥讨论过，真的就是阿尚真的比较多，对，就连像是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的健身房，其实你也看到就是。很多哇塞，这个是有阿尚的团体优惠吗，或者是怎么样？对，就是他们一群，因为他们真的很热爱健身还有运动。对对，不过你看到他们其实基本上就在跑步机上面啦。对也 OK 啦，跑步机。对 对, 對，所以呢比较多就是去那边当弟弟，就跟阿姨他们打招呼。对，哎，你好，你今天又来了啊，假爸不哎啊，好好好。对，先走了。比较像健身房的那个店员，打扫的店员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我。对，那这样伯杰，你有类似经验吗？我进去健身房，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进健身房我是非常紧张的，因为进健身房，因为进健身房，我就是之前没进过，所以我都会觉得说里面的人应该都像罗平哥这样，就是会一直在会害怕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有点自卑，所以我就赶快听音乐，然后头低低，然后自己做自己的，然后我就是一个小时坐满我就离开，我不会像有些人在里面待了3-4个小时啊，然后看电视啊，我滑手机，我没有，就是赶快弄一弄，然后今天的目标达到，我就离开这样子，所以很少会被，而且我有教练在旁边，哦，你有教练，对对对，所以很少会有人来过来，对，他就是这种进去健身，然后就拍个自拍照，也是大头的嘛，你反正也不用照相，今天目标达成，我先离开了，对，他主要是在那个练脖子这一块，对，这边有筋这样就好了。虽然说伯杰感觉好像没有说特别朝健身这个方面，对，但是你还是有非常惊人的才艺。哦，因为我们其实我跟他都是演戏的啦，主要我们都是演员，对，然后哭这件事情对演员来讲非常的。是一个困难吧，是一个门槛。我还好，就是、你还好，哭我没有，可是你更厉害，你更厉害。可是我觉得哭戏是很难的，就是哭戏 对，而且真的要很。
就是可能导演就是说你喊卡喊 action 就要掉泪，那个更可怕。对， action 就立刻要滴下来哦。就他会给你先给酝酿，然后酝酿他就说 action， 然后就是你就要掉。所以可是哭对我来讲，我反而觉得没这么难。你是爱哭鬼？不是，就是我不知道我。也那泪腺好像比较发达一点，所以哭戏对我来讲比较。所以你哭戏的时候是会想象吗？我觉得歌很重要，我会先听歌。先听歌？对，就是先听完五分钟，是不是？导演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导演，你这样拍戏的时候，真的先听一下歌哈。不是，我就听一下歌，然后就是那首歌的情绪就进去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可以了。结果听的是眉飞色舞。没有，就听一些比较开心的。听我定点的歌，好不好？你听我的歌。对啊。哪一首？我就是对你的一二三张专辑比较熟，没有，我就对一二三张专辑比较熟，因为郭靖姐目前有八张专辑吧？哎，你倒是有调查一下，是，但是我对维基百科前三张我倒背如流，但是后面就比较倒背如流。那我第二张的第八首歌，我先退出演艺圈，是你自己要说的。你好有效果啊！所以你在什麼每一个情境，不管是不同的情境，你都可以落泪。譬如说你在菜市场买菜，对，因为有些时候上表演课的时候，老师会出一些很无厘头的，就是他说好，你就念一则笑话，是，就他给你一个笑话的脚本，然后就是你念这则笑话，然后哭。对，他就是要让你带进去，就是你要想办法进去到那个情绪，可能这时候笑话你要去联想到其他悲伤的事情。就那你没有自己记录过你自己可以多快落泪？十秒我实在不敢说，哎，就三十秒。对，因为他本来上面写的是十秒，不是因为对啊，刚刚在蕊的时候他又说三十，不是因为在节目上会有点小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就现场这么多人，你很容易紧张，哎，看得出来是不是？对，那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？哦，马上有吗？马上，我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在身上？这节目也太逼人了吧？当然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来喽。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了哈。对，好。哎，这是我的歌，对，那就来了。但他比较不熟啊，这首歌他比较不熟。这首我知道最新的。还是你要在树上唱歌？不要，那太轻快。好。好，预备。开始喽。开始。有了，好，悲伤男孩，成功了，一点点，你好厉害哦，像几秒，真的是三十秒，哎，说三十就是三十，没有接近三十一，好，有低下来了，低下来了。你是不是一直在捏自己的虎口？没有，就是捏很痛，就是好厉害哦，就是对，你刚才想什么？因为我看这首歌的 MV， 其实。啊、你有看哦？有啊，因为怎么了？你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我。我现在一直都不相信你。对对对，因为他说他只喜欢前三张。好了啦，好了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鼓鼓掌。厉害，对啊，我觉得就是如果导演有看我们新鲜的话，赶紧找我们播起。下次 MV 演哭戏，可以，好哟。